滩涂是挺累的。旁边什么？哼，这边螺挺多的，好几个都几十个。这里面是空的，有点杂质。哼，我这什么时候下这么多了？空了，空了。哼哼，哇，这个是公螺，一个。危险肯定就不没有哇、哦！鱼苗又这么多，啊哦、你们看，什么饵料都会给它吃光的，这么多都是麦螺，就这两个。这个奇怪的是麦螺都没有，哇，这个螺是没有麦螺挺多，一大把。嚯嚯，这下有一个啊！小的先给丢了，这是一家三代的，你看刚刚好。我、哦、这个还有一个，算是曾孙的。走，哎，这还有一条小鱼的，一条小鱼的呢。这鱼苗啊，给照顾起来了，以后会打三个呵呵，这个最好的应该。啊，这个又这么大，这个又这么小，这个还是中的。对门都没有，哼！嚯，这下总算有一个，这个还不大，你看。这么密，怎么会没有？这是最后一个了，哎，又换好就可以回去了。没有多少，十来个应该是有。今天比上一次好一点。今天这一对，你看，还是包了紧紧，一对、两对、三对、四对、五对、六对、七对。七对多一个，十五个，一对、两对、三对、四对、五对、六对、七对多一个，十五个，你看，这还给拿回来一起的，快快快，走，准备回去了。今天比上一次多很多了，就是没有螃蟹，走，回去。